心脏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娶另外一个女人呢？如果再婚的话，应该是你啊。姐，你怎么能忍啊？这可不像你的性格。我会忍吗？你看着。浩然，浩然，你今天穿得好帅呀！啊，是吗？我平时在医院都穿白大褂，难道出来社交也不知道该穿什么？哎，我这样穿没有给你丢人吗？哪有啊！我觉得这些男人当中，浩然你最帅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人好多啊。浩然，跟我来。啊，这个方案如果实行的话，前景应该不错。很不错。啊，你今天想喝点什么酒啊？是太不小心。红酒好吗？继续说那个要投资的计划。我们这个楼盘马上就要开盘，就要开盘了是吧？那你们均价大概是多少一平米呢？浩然，均价大概是1600。你最近有没有想我？1600一平米啊，有通胀。那么有多想呢？可能你的楼盘一开盘就会一抢而空啊！好，金总，你见笑了。我们喝一杯酒。哎，肯定很不错的。对呀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哎，季松平，季松平，季松平，看看，季，我来了，啊！大家好，这里是临时布置的场地，不周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。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各位嘉宾到场来参加这个发布会。今天主要是想对一些网上发布的关于我个人的传闻做出一些回应，以正视听。我会马上离婚，并且我会马上再结婚。我破例在公开场合发布我的个人信息，希望能够表达对我妻子的尊重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未来的妻子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安秀妍小姐。汪小姐，你身边的这位帅哥是谁？你们真的想知道？当然了，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在一起了。这个你们慢慢会了解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还要休息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秦总。你如此神速的再婚，和你们下一部电影有什么直接的？各位，今天我也要宣布一件喜事。这位是我的未婚夫。汪小姐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可以透露一下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订婚的？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？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。他叫江浩然，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行订婚仪式啊？我们还是先走吧。我接下来会召开发布会，公布日期的。等等我！你不用跟着我了。
瓶子。安小姐，已经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我收工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大场面的事情啊？暂时没有，有的话我会通知你。等我电话吧，再见。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互相了解一下？你想不想知道我的血型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想知道你的任何情况。你什么态度啊？真的好没礼貌啊你！混蛋大色狼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这样子跟人家说话，混蛋大色狼，你当本小姐是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秦总再见。对了，需要派人送你吗？不需要。你需要我送你吗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幸福过啊！你居然对着记者公开宣布我们，子怡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多重感情的人。你看我嘴唇那么厚啊，你对我好一分，我会对你好一万分。子怡，如果你嫁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。气死我了！啊，子怡，子怡，我说什么了让你生气了？啊？不是你，浩然，吓死我了。浩然，啊，你可以跟我回青城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可以为了我放弃现在的工作，跟我去青城那边发展吗？啊，到了那里你可以一样当医生的。是啊。其实我原先想过去外地发展的，啊，青城是吧？可以啊，青城是个好地方。青城，去了青城我就变成有钱人了，就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。豆豆，哦对了，豆豆也有钱给他治病了。秀莲，我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的日子了。哦，怎样？我们什么时候去青城？我想见见岳父岳母，定定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浩然，其实今天的事情只是做戏罢了，是应付那些记者的。啊！如果你真的想娶我的话，你必须正式向我求婚。正式？完全没问题，现在就可以啊。子怡，来。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这样的啊！要像《泰坦尼克》电影里那样。泰坦尼克？啊！你是希望我跳水对吧？不是的，我说的是钻石。你得送我一枚像影片里那样大的钻石给我。会觉得我很现实啊？不会，哪里？你这样的女人
一颗钻石算什么？啊？我觉得送一个宫殿都可以啊。子怡，我亲一下你好吗？啊，你呀，来了，秦总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子怡啊，你现在不方便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秦总，我开玩笑的。进来坐啊。浩然啊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秦总。哦，秦总，刚才还见过啊。见过不止一次了。浩然，我跟秦总有点事情要谈。哦，你们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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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浩然，我们需要单独谈。啊，对啊，我拿衣服。浩然啊，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。拜拜。看样子你真生气了。你说呢？所以你也想随便抓个人结婚？嗯？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？我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你这么做只会显得自己更愚蠢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那好啊，你如果真的确定想结束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。